有种清纯照叫黄子韬，洗掉浓妆粉底后，前后差距太明显。黄子韬所饰演的夜空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他和吴倩两个人在一起很有 CP 感，而且两人的演技都是很不错的，这使得两人看起来非常的自然。两人的演出真的是让人感到他们简直可以说是像一对欢喜小冤家一样，两人一直的堆来堆去，可以说非常的搞笑，在这部剧中也是成功的，让我们看到了黄子韬的演技。在很早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我们都可以说他走的是韩范，所以他的打扮一直都是大浓妆，不仅涂着厚厚的粉底，还会为自己画上烟熏妆，最后在自己的嘴唇上画上口红。本来清秀的黄子韬这样打扮之后，整个人显得魅力感十足，这样打扮的黄子韬相信很多女粉丝看了都忍不住爱上他。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有网友晒出了黄子韬之前的一张所谓的清纯照，能看得出来拍照的时候他抹掉了脸上的脂粉和眼线口红，但是网友却觉得有点猛了，这感觉不像是我认识的韬了，这样看他真的好白净啊，整个人都透着少年的气息，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真希望他可以保持着。